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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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还没来？啊？我说其他人哦。哦，抱歉抱歉，我也想说你要先进去刷，我就在配装了。啊？我上来。哦，对。先刷珠子啊。直接就直接打、啊。我、啊哦、直接打啊！我马上来。对啊。那你们先打一下，不然这个奖励是五个的哎、欸。好刷刷起来。我紧紧要快好了。陈彦慈安安，看我看稍早的聊天哦，因为刚刚被杀掉前还有瞄一下聊天室。等一下哦，土的话话题看到了，话题又开车，它坏掉了。想起预约琪琪小弟才在线上。不是我那时候我家那个位置是小小的高山，那个也算在里面，我有点吓到，那哪算高山啊？有没有？哇！张星云安安，学妹安安，学妹，对啊，学妹，一个被兔窝带坏的学妹，原本我知道你是，就小林啊。我都叫她学妹啊，国中学妹，都会荼毒，荼毒会开始呛我，节操要多久？啊啊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我想说他会呛节操要多久，也是蛮屌的。你说聊天室吗？节操要多久？对啊，我想说你说那个学妹在呛节操要多久？这么呛？我他只会呛我。哎、欸，挖矿好燥哦！哎、欸，大金哎、欸，直接大金哎、欸！你是不是哇？要帮我吹？你怎么那么敢？哎、欸，我刚我要告你性骚扰，直接吹！哎、欸，踢人剑在哪里？没有啊，踢人你也会在里面啊。踢了我就是自己打而已啊，难过。对啊，对啊，燥吧？燥。太燥了，以后叫你烦躁了，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哦，真是爽到！哎、欸，那我少吹攻击状态 up 就好了、哦。状态异常，攻击力 up， 这个是。麻痹那种的还是水属性那一种？麻痹的，麻痹哦，属性异常才是状态异常啊！状态异常哦哦哦，懂了懂了懂，好好好，属性异常才是好。那我还是要吹这个啊，我要加棉的效果。它、欸、上面呢、欸？你对啊，你们走是冲上小，还有可能走下来。哦、没有，刚才那一场就在那有一个白痴往前走，啊，有两个智障跟着那个白痴往前走。啊，我是带头的那个白痴。不对，后面是两个智障白痴。光拉小在看我的 buff 哦。哎、欸，是普通的猫。那接着，到了，上，我在吹了。有，我要为他插上我的雪茄。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的那个赛亚人会看不到状态吗？我只看得到他的怒气。我有时候都会这样子，不是你的错。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。刷大小金，我就开着他，结果发现他看不到别的东西，感觉很怪。我的雪茄有了。我是要，可是我没有动克制吸血，就觉得我这打又就有点累。没办法，橘色。对啊。的后果就是这样。要玩的舒服。要玩的舒服就是不能孤队了。对啊。崩嘎。
啊，你没有把你的浮棉底零件强化上去啊？有啊。哦，你那是顶的吗？你说零件强化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刻四个洞啊。不是不是、啊、不是，这是刻字强化，不是刻字强化，是零件哦。零件是什么？零件强切皮。我有加那个啦，棉属性的吧，增加棉属性的。看起来还在很后面。你说我还在很前面吗？啊，对啊。可是这把很棉了呢。你不是有一把吗？我有一把，我全部刻棉，然后最后一个碎龙的只能刻攻击啊，没别的。你那你刻到多少啊？你有印象吗？我忘了，反正很高。你不能，你我身上没有棉珠那些东西哦。我知道，我忘了，要回去看一下。因为我那一套是有棉珠啦，我刚玩一跟杰超玩一场也是狂棉，爽。对呢，他无伤打这一只跟智障一样哎、欸，无伤多钱。你是低能吗？是啊，我的滑空衣装是无伤准备啊。我要让我的不动衣装赶快好，所以我擦无伤准备。还可以撞啊。嗯，果然你有吸血，你看到右边一直在跳。对啊，就是一直狂跳，无伤结束，無结束无伤又有无伤结束无伤又好。很烦。哎呦，下一个。没了，他有。我没石头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身体身上都要准备一颗石头。有啊，我说你不是八三线的吗？两下、啊。那他怎么生气的？嗯，我怎么知道？这只比较任性嘛，两下就气了。哦，因为我刚才印象中你好像八三线。嗯，哎、欸，石头捡到了。我、哦、好毒的嘛。痛的要死。我吹笛子哦，自保哦。就是之前生日台说会帮他画画的那一位吗？谁？哦，不是你是说有一个说什么？哦，不是。之前有一个是说什么交了一个男朋友吧，还是什么的。我说如果你能高中毕业没有交男朋友的话，就画画给他。就那个过几个礼拜，国小哦，过几个礼拜就说繁星我破功了。什么破功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我说我交男朋友了。国小哦，国小，完全不意外。我很意外。我也很意外，我不知道节操过的是什么生活不过吗？还是你是要让他国小生？你是指这个吗？哎、欸，睡了。好，我来了。我可以来啊。好。因为这边石头多，我就可以来了。让他国小生。哎、欸，好大哦。他把我捞到好前面去哦，可以再撞哎、欸，我再来，好，再来，啊，中洞，啊，没了，他刚撞了一次，只要我刚刚看到那个钩爪95杠10 100。你要软哪跟我说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就让你
让你不用花那点时间，我来帮你软，售后服务，大金的售后服务。真好，记得五星好评给个赞。好，好，一巴软了。给主播双击一个赞。双击六六六。老铁，求个，哎呀！中瞎啦，我头也软了。呵 ，OK。我这边角度不好。我在跑，我在跑，我在跑。好，拍的不错。喏、嗯，这个任务够棒，五个奖励，两次力竭。时间又少，五个奖励会增加大小军的那个吗？几率？我觉得有诶、欸。是哦。我那时候拿到那个，我那时候拿到攻击珠的那个泥鱼龙也是五个奖励啊。哦。哎，好像四个奖励吧，反正奖励很高。我以为奖励是对大小军的差别。因为有人说奖励越多，那个魔物越恐怖啊，有听过这个说法？所以我那时候不是有跟你讲说，那时候 Nice 还是谁在打魔物的时候说，哦，那这个魔物会很凶哦。凶，好，蛋奶麦当 Nice 停 ，Nice stop， 我吹一下。好了 ，Go。安静。来去休息，好鱼，拜拜。那次怎么突然不动了？好恐怖哦！还看到？哎，糖哦。我刚去吃了一口甜品。什么甜品？哦，蛋糕。是那个果冻。菜刀贵。果冻。菜刀贵。那个差在哪里？那大佬。蛋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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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啊，可以。好好好，我乱收。捏头。还有谁？没了。
很累了，九趴，快挂啦！快挂了，竟然是用跑的，快点跑回家！不啊，不是都这样子吗？跑一跑，突然叫了一下就跑走了。啊，博了！怎么还那么快？砸不到，太快了！完蛋了！不要相信你自己。相信你所想。不是那个鸟，砸！碎啦！我看到落死。哎，另外一颗也可以哦。看，来，我来。还有三一九六，来砸死他吧！这么痛啊！这个结算，臭鸟。被闪下就变智障的臭。我们这群没有明代的飞鱼。他可以提供生肉，虽然说并不多。欸，没有，他不会生肉欸。对，废物。他不给翼魔还是什么爪而已吗？欸，有啊，有会给肉啊。真的假的？嗯。翼龙的特上。生肉。有齁。有。应该不就还好了。攻击住！速拿攻击，解放家伙！耶，打一打的。没更新欸，天啊，我那时候打多大？可能一样大，也可能更大。来啊，看多少！羡慕嫉妒我，你也想要男朋友？调一下好吗？不是什么都可以的好吗？你的多大、啊？我的是2619.25，2598.3，哇，更大。还有什么啊？灭尽龙，我差灭尽龙，古龙的灭尽龙。现在有灭尽的调地战调查？没有啊，有啊，有吧？我古龙是差灭尽龙大金而已。嗯，先刷其他的。看一下，来刷碎龙也可以啊，碎龙两个都没有。好，碎龙我也两个都没有。嗯，我还差啥？浮棉大吗？我不是差浮棉冰牙跟个小猫哥。浮冰碎，对，浮冰碎。好，金丝。重点是没能遇见让你心动的人，你是太挑吗？太挑也想要男朋友那种？一次力竭，两次力竭，二十分钟，算可以啊，还不错啊。可是两个人就不行了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有四个人，我看到了，捕获碎了，不是，是真的没感觉。你单身，你骄傲，然后嘞，你为国家神，啊、嗯、啊、嗯，神各种，不行，小孩子太多了，节制，要节制，我要克制我自己的嘴。FB 不能设置那种什么已满18岁观看，然后没办法哎、欸，所以我很害怕，直接出去开车，对吧、啊？我是很危险的人，随时都会得加布的，嗯，得加布，然后说什么流水啊、洞啊，就开始
发车了，开始开始发车，特快列车发了。听到一些不相关的关键字，也可以歪成关键字去。这就是我。还是可以去叫力战的那个啊，那个，你懂吗？啊，巨魔力战。哦，也行啊。把他叫完啊，不然进巨魔、啊。好吧，那我这个再看一次。是有系统。啊，浮棉赢而已哦。赢，说明他小赢呢、欸。他的赢也不写大小了。对啊。没有，我要打。打。小艾罗比，我懂屁嘞。那我就是克制不住我的嘴。调查，无眠。自从那个祭典结束之后的蒸汽机就好废哦，连这个金那个银票都不怎么出。我都不想去转了。储备，好像也没有那个储备了。自然生成材料满了，就会想去转。我已经懒了。比如说、欸、比我懂什么？你是说恋爱的感觉吗？睡龙地。有机会哦，这里。拜托，你们要顾虑一下有其他台的好吗？不然哪天突然一个家长因为小孩子在看直播，然后突然是没戴耳机的，那个家长就跑来投诉我，那怎么办？要顾虑一下，对吧？开车也是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啊！突然哪天喝酒酒驾，讲了一些很恐怖的事情，那该怎么办？他就开始说：“都是你们这些什么实况组的、啊，教坏我们小孩子啊！平时不会讲脏话的，很乖的，干我屁事啊！”我小孩子最近一直骂哭啊那个应该不是我们的吧、啊、那个其他台也会听得到，可能比你懂男生的构造，两个男生的构造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的天，四角兽啊，哇哦，估计是福塔，有可能有这个可能。那你知道男生每年都要去换一下吗？你知道吗？之前有个人，一个男朋友跟他女朋友说，我的那个要换的时间到了，要去进修一下。那他不信，贴给他那个很好的男生朋友。那男生朋友说：“对啊，我前阵子才去换掉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换掉，进场保养维修，养精蓄锐。两个男生的恋爱哦啊，我不懂。不懂也没关系，我们不反，但是我们啊，怎么都是角龙跟屠杀精啊，没有次数的啦。这个有几场抓一下，虽然几率渺茫。是。今天才遇到大概国工厂的找我维修，还送我三个字，谢谢你啦，感谢你，我就烂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睡龙迷你，黄鹿恐暴龙迷你，睡龙迷你，黄鹿恐暴龙迷你，迷你啊，睡龙打烂。一场进就迷你哎、欸，之前刷那么辛苦，不是都冲他回？我来了，睡了。哦，可是干你娘啊！
如果你们是三个人，我就进去哦；两个人，我就让你们两个打。奈斯也没有啊，所以已经是三个啊。好，什么？睡龙迷你。迷你。还有什么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没有。好，我马上到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蓝歌。又被丢了，第一次。找我维修还问我娘，气死！哇，我之前做招商也是遇到这个，我就直接在柜台前面跟他飙起来，然后隔天是收到客诉啦。飙起来一定是客诉啊，那个。嗯。买不到东西怪我，缺货哈，就跟现在买不到口罩一样啊。气呢？我已经因为买不到口罩被投诉两次了。你是做什么？我在卫生所上班啊。哇！啊，我要发口罩啊啊啊！人家来领，那就没了、啊，没了就没了。你是不是故意不给我？我就投诉我了。可你就会，你就比一二三四。好啦，进过来了。哦，黄木也来了，好小子。他派了迷你啊。那我要先跑了。不太想不要开火。我记得冰牙好像刷了二十几场都没有遇到过。我也是啊，我冰牙刷很多了。我来了。啊，队友嘞？没有啊，前面有一个黄木啊。队友呢？我好热哦，队友。爸爸，我好热。爸爸。先捡石头。哦，我看到爸爸们有 WiFi 了，喝水。然后开吹，哎呦，我有感觉了，我有点掉帧了，完蛋了，你的迷你，不是啊，你会回到单机吧？应该不是整个游戏断吧？不是，是掉帧不会断掉，只是会不加，可能会变卡。哦，这啊，这开打了吗？开啊，好，我来了。他看了我一下，然后就把头转回去。举起来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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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龙也在这。还有人撞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现在有点嘿，撞不了。哎、欸，三，远距。干嘛、啊？凶啊！跳过了，对，我的石头就这样没有了，有了，武装一下，哎、欸，可是你上次用弓箭打他，你说多两滴血不是吗？
我是吹同样的乐器啊。哎、欸，红路就直接走开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那个牙齿浮起来是正常的吗？正常啊，那边本来就是会掉下去，啊，牙齿刚好在那个位置啊。哦。对啊。我看那个牙齿浮起来是我的问题吗？啊、你刚刚问什么去了？就是那个，我不是吹属性异常那个吗？嗯。你不是说那个是对麻棉才有用？那、啊、怎么上次你拿弓箭说多了两滴血、哦我？我后来去那个哪里试炼场研究了，就是那个锻炼场。嘿。我发现纯粹就是刚好我的阶级品忘记插上去而已。就是在打的时候我没有插阶级，然后打一打换地图的时候我插了阶级。没事没事，红哥不要。哎、欸，他堵门啊，我出不去。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是有情。我好不容易滑过一招，你又来一招，怎么是你中？都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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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哦，1108可以。哎，水了啊，水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可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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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啊，我被打飞了！我看到瞬移的现场，红哥买呀！你快跑！快点吧！什么王八蛋撞我？人家怎么会从那边出来？我想说为什么我接近到一半我不撞？断尾了。我诈骗在哪里？嗯。你到底是要干嘛啦？我们一直在瞬移。我也是看他在瞬移、啊。我逃走了。他也走了。我两个走不同方向，走走走，去找他玩。玩落石。好的，我去落石，预备好。有点距离哦，他没有在落石上面。预备好了。哎、我砸了。那我也顺便的。还有一个，我到了，啊，他被你吹，软化一下，还有一颗石头可以砸、啊，那我来了，我退，这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射了，我射了。讲什么？干嘛？你又要干嘛了？你现在要干嘛了？我在射弓箭啊，怎么了？我还吹笛子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好，那很好，没事。
又和平的过了一天。看你抓了，好，我来了，麻痹陷阱。耶，小鸡，小鸡。那下一场有机会大金哦。有啊，有可能。